刚才在这个超市Coke 啊，买了点东西，就比如说这个什么可可的这个东西，总共花了40多块钱吧，大概花了40多。然后呢，付款的时候，我的银行卡竟然识别不了。然后那个大姐看了一下我的护照，输入了一个什么号码就好使了。我也不太清楚她那是怎么操作的，反正好像这面的换汇的话是非常麻烦。